欢迎来到的阵亡僵尸纪念日 vlog。他还在睡觉，他好像忘了今天是我们的11个月纪念日，然后今天要去游乐园。起来，快点，快点起床，干嘛？去游乐园。啥游乐园？快！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今天11个月纪念日啊！快！阿里嘎多，我立马去说。快点，快点！又在描眉画眼，终于坐上海盗船了。比较兴奋，因为我胆子大，所以说向阳肯定会害怕。不管怎样，想做的事情都一起做完了，11个月快乐。